这个你知道吗？甚至不是我想的。老女子人。这个甚至不是我想的。是吗？所以说你看多少人觉得你是。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这个是美兰想的。之前很多人讲过，对。对，老好人老好人。嗯，对对对，我是觉得希望演员能够今后多一点说 no 的权利。嗯，确实很难说 no。他说哎呀我暂时还没有说 no 的权利。我说那个说 no 的权利并不是说他成为一个特别傲的人或者怎么样。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而是说这件事我不想做可不可以不做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再去了。对啊，所以说是好事嘛。之前蘑菇屋的时候他有人说你们都在做什么，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。对，是的，对。你看现在他只能在我们兄弟几个面前这样，但我希望演员今后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但是这也是人的习惯问题。明白明白。就像比如说我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或者我俩有一个交流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我怎么想，而是说哎他会怎么想。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，然后就一下就共情过去了。他希望他在的这个场合的气场全是平衡，因为他做过队长。嗯嗯，我就希望他就是一个可以跟我耍赖撒娇的一个人而已。我就跟你耍赖了，我就撒娇了，这事我就不管了。这个很难呢。就是，但是这个我觉得随着时间就可以，随着时间就可以。他的性一些期待嘛，做不到也无所谓嘛。为什么我